还是就是什么？纹身是男的是女的？最起码几百个品种，一个标签都没有，混在一起，算不上啥。那上哪去找去啊？全拼音长出来了，被水淹的，水达膝盖这么深，全飘在里面，一个个捞出来，然后再一个一个放在那儿长上叶子，再一个对，再挂上。这算是最惨烈的。我没看过丽江。我没看过丽江之路正在开花。你看的是那个祥云的古月。哦，看过看过，还真看过。但是那会儿看的那棵没有啥太震撼。那棵是在人科研单位里头，就爬在一棵松树上面。当时去了，花都快谢了。对，你要丽江之路，一般花友去丽江旅游，尤其春天赶上那波花的时候，看的震撼比我多。那玩意儿上网上百度一下，有的是图像。哎，你去看过？震撼不？那应该你来讲啊，我讲个啥呀？我看不看表象，我只要看它植入状态，我就知道它能开出什么震撼效果。咱俩看东西不一样。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检查，没验明正身，我怎么知道？身份证上应该是男的。身份证上应该是还是吧？